名导演伍迪·艾伦一直深陷性侵养女迪伦·法罗的争议。昨天，外媒刊出了对于伍迪·艾伦现任妻子，同时也是前养女宋怡的专访。宋怡首次对外回应了相关事件，透露自己小时候曾被养母米娅·法罗虐待。而针对丈夫伍迪·艾伦的指控，他也认为是养母的阴谋。伍迪·艾伦与现任妻子宋怡在六岁时被米娅·法罗收养。据他透露，在学习字母时，只要犯错，养母就会把单词写在自己手上，还会拎着他的脚腕把他抓起来，让他头朝下，有时候也会直接把他摔到地上，被养母甩巴掌，用梳子殴打更是常见的事。此外，宋怡也强调了自己是在21岁时才和曾经的养父伍迪·艾伦发展恋情，我一直没有把他当作父亲看待。在恋情开始后，有天养母发现了伍迪·艾伦传给他的裸照，母女关系开始进一步恶化，这对我们彼此来说是很大的背叛，是很可怕的事，也对他造成了很大打击。而对于丈夫伍迪·艾伦被指控于1992年性侵年仅7岁的养女迪伦·法罗，宋怡认为是养母将迪伦塑造成了受害者，这一切都是养母的阴谋。伍迪·艾伦、米娅·法罗与宋怡然。而在这篇报道发出后，迪伦·法罗也随之发声回击，他指出该篇报道的作者与伍迪·艾伦是相识40年的朋友，由这位作者写出这篇文章不够客观。他也强调，妈妈米娅从未指导他去指控伍迪·艾伦，而是一直在身边支持他。迪伦·法洛，迪伦的弟弟，米娅的儿子也发出声明，强调米娅是很棒的母亲。伍迪·艾伦方面的这些言论与举动，只是在转移公众的视线。米娅·法洛与儿子罗南·法洛